今天大家好都很棒哦，好 ，OK 哦，理事长哦，好了，我们还是私话他的，你还一个福利了，我尽量就是说哈、哦，上次有教过你们什么花的，你们都可以画，好、哦、都可以画，因为这样展出的时候你们就会变成都不一样，你们一个是大家一样的，一个是不一样，但是我发觉你们画出来每个人也都不一样，好厉害。每个人完全都不一样，教的一样，然后画出来都不一样，对，完全都不一样。那我在想说哈，我们这个也是不一样。哎，我现在是画给你们看了，像这个哈，我画它这一个，哈，就是你们刚刚画的那个有点不一样，可是它还是兰花系列，是不同种的。好，那你们这里面会画莲花，莲花很简单，啊，你们都会，对不对？不会。我没有来上过花，你明明第一堂课就是莲花，还说没有，还骗我，我都记得。那时候我在忙，没有看到。忙，喝酒吗？好啊，你这是。那你们今天想画什么花？越简单的花越好。啊，你不是要哎画迄个迄落家里啊啦，那迄落，因为你是我一个画一个呀，啊，我得你画一个啊，别人。哎呀，那我来给看那谁，衣服上面有的不是的，那个新的新同学你。